不要乱说，不要开玩笑啊，哦！西西夸奖，没有关注我的，关注一下西西哥几帅一枚。没有关注主播的，关注一下，点关注啊！你要开心，我很开心呀，我很开心，我开心的不得了，我很开心的。感谢点赞啊，家人们没有关注我的，关注点点啊，给我点关注，谢谢。对，没有关注我的，给我点关注。没有关注，感谢加入粉丝团，谢谢。对，这没有案子，我都很难过，知道吧？这两天案子也在忙，然后没有看到他，我都很伤心，我都很想他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想到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，知道吧？我都很想他，但是没有办法呀，没有办法。我现在我嘴巴上这么说，但是我心里很难受，我心里很难受。阿紫怀孕了吗？她男朋友都没有怎么怀孕啊！啊，我的天哪，男朋友都没有怎么怀孕啊！我跟她之间也没有还没有确定关系。我都表白，他都没有接，还没有接受，怎么怀孕呢啊？我也很想他啊，就是想他，想有很多种，啊，就是想见他的那种意思啊，不是说男女朋友的想，因为我们两个还没确定关系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也很想见他，知道吧？你们知道吗？我也很想见他的，说实话，我也很喜欢他，很想见他的。对，我跟他表白过，他没有接受，所以呢，他的男朋友是你，我们两个表白都还没有接受，怎么是我是他男朋友呀？现在是朋友关系啊，朋友关系，但是我很想他，也很喜欢他，你们知道吗？我喜欢女孩子，真的就喜欢过阿紫墨一个，真的一直以来。但是他现在，他好像不喜欢我了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我就喜欢过阿紫墨一个，知道吧？你们还说我花心花心的，你们说假就假嘛，反正我就是这样子。阿伟哥哥哭了，我没有哭，我怎么可能哭嘛？我一个大男人怎么可能哭？但是心里酸溜溜的，不要生气，我也没有生气。就是觉得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，他有时候也在说他干不起这边的，我这些工作他觉得做起来很累，我不是很累，做起来就是他怕他做不好，知道吧？然后他很想回去的感觉，他说他一直跟我说，他说他想回家。我说："那你不用上班了，你天天你就待在家里面休闲，对吧？我照顾你，对不对？"他也不干，知道吧？阿紫配不上你，是吧？哎呀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配不配得上吧。那现在搞得很恼火，粉丝们呢一直说什么我花心，我花心，我花个哪个心嘛？我花心，真的是你们真的是哦。我花哪个心嘛？我跟哪个女的在一起了吗？还是怎么着？你们老是说我花心，这些黑粉啊，我真的是哦，不懂我，就在那里找存在感什么嘛。
你们不知道情况，我很喜欢阿紫的，知道吧？我很喜欢他，知道吧？但是他，我跟他表白过，他没有接受我，我就觉得可能是不合适吧，所以我一直都把他当妹妹一样的，当朋友、当妹妹那种，我能帮助他的，我全力以赴的帮助他那种，知道吧？快去打 PK， 打什么 PK 啊？刚才打 PK 你们都不支持我，打 PK 都，刚才打 PK 都才打了两把 PK， 今天晚上哦三把 PK， 三把是两把，好像是打了两把 PK， 但是两把都输了，知道吧？两把都输了，我还有信心去打 PK 吗？我还有耐心吗？哎，好难过啊！真的好难过啊，好难过，好难过，快让阿紫直播，都跟你们说了，阿紫睡觉了，睡觉了啊、哦、都学习燕安，燕安是谁啊？我不认识。燕安是哪里的？我不认识啊、哦，我为什么要学习别人呢？我要让别人学习我，知道吧？我怎么可能去学别人嘛？对不对？那是不可能的。要让别人学我，知道吧？明白了吧？来，直播间三千多人，咱们公屏上打三个字正能量，来，打三个字正能量，来，我加油支持你。如果你们支持我的情况下，我再次这几天再次去找阿紫梦，跟他表白一次，买那么大的一个玫瑰花，再去跟他表白一次，好吧？看成不成功，表白成功就好好在一起，不成功的话，表白不成功的话，那就结束了嘛。一切就结束了嘛，对吧？不成功的话，可能他不喜欢我这种类型的，知道吧？那就结束了，对。谢谢啊，谢谢，感谢点赞，不要紧啊、嗯，不要紧，我都老了，我都要三十岁了，我都跟他认识都有半年了。没有关注我的，关注一下，谢谢各级少爷们，感谢，谢谢点，谢谢点赞，谢谢。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，而又是为什么再等等什么。好，我听你们的，你们说再等等我就等等啊、哦！我很喜欢他的啊，说实话，如果不喜欢他的话，我也不可能围着他转那么几个月了啊、哦！我很喜欢他的，你看上次你们也知道阿川跟他们家的那些事情，我都原谅他，然后把他接到我公司这边来上班了。你说我能不喜欢他吗？如果我不喜欢他的话，我早就屌都不屌他了，我早就走球了，还要围着他转干嘛？还要把他带到我公司来上班干嘛？是不是？说明我放不下，我还是有希望，就是还是希望能不能有点希望，知道吧？对不对？所以我是很喜欢他的，那喜不喜欢他你们感觉不到吗？你们看不出来吗？支持你成功啊！你们希望我成功还是不成功吗？你们支持我的话，我再去向他表白，好吧？感谢点赞，谢谢啊、哦！那个啥，非常感谢啊、哦！非常感谢叔叔阿姨哥姐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陪伴啊、哦！感谢你们的陪伴，然后呢，感谢你们的支持和陪伴，我也相信自己啊、哦，可以的，我也相信自己啊、哦，你们也相信我，我也相信自己，那么非常感谢大家，嗯。没有关注我的2900多个人，没有关注我的，
关注我一下啊，你们支持我就好啊，你们支持我就好。那么我向你们说的，这两天我去找他表白一下，如果成功的话就好好在一起，不成功的话那就好聚好散嘛，对吧？然后我以后就成为朋友嘛，能帮助他呢还是帮助他那种，好吧。谢谢各位帅友们，谢谢你们啊，非常感谢百一百二百三的大力支持，还有后面的拉拉队，谢谢你们支持阿伟，好吧，我记在这个地方，非常感谢。然后时间也不早了，我也该休息了，十点多了，昨天晚上也没有睡好。谢谢我的云姐送来的帽卷，谢谢啊。对，没有关注我的给我点个关注，谢谢各级帅一麦。